小，今天我把这小诉求啊，咱先不说其他的，就这么大一个诉求，就算这个我烂了，对不对啊？你说是不是正常的？也算正常。但是我们今天要拭目以待，看一下这个小诉求能不能化为乌有搞烂啊！我这个人比较狠，我搞烂，我心里就不舒服了。今天我再有个小事给你试一下啊，咱们继续啊，咱们继续，还是这个三米高一尺的我，咱们看这个小诉求能不能化为搞烂啊？我心里不舒服啊，必须把它搞烂啊，看他到我能不能搞烂。咱们都实实说话啊，你们都实实说话，看到没有？这是个三秒一尺的网啊，继续把那小数据搞起来啊！来，同志们，我开始了啊，咱们看能不能把小数据搞起来啊！数值今天更大了，朋友们，啊，这个数值更大了，姐，质量行不行？现场能证明，朋友们，你们这个质量好了吧？点个双击 ，OK。